这会儿还堵车吗？五环上呢有点堵，刚才跟你说错了，我说走到西两高速，我是京东高速，我从京东高速这么着直接上了五环，我那么着不是顺出来就是了。它是五环是一到晚上就有很多客车，是吧？啊。哎，Hello。走，我们先回去，还要拿纸箱子。小的，然后明天就把它一放，把它在那个舞台上一放，然后放了小南瓜看上其中俩，然后明天放了之后他要去逮，然后逮回来养，然后到时候放了，我说谁看上喜欢他就一拿就走了，要是实在没你千万别先说啊，等我逮完再说。我明天上午就用，我现在马上就往过走呢。哎。好嘞，好嘞，好嘞，行，哎，我马上就到，十五分钟吧，十来分钟，啊，哎，好嘞，好嘞，啊，十来分钟。先不打扫地，去老蒋那儿再打扫地。去老蒋那儿右后边的村子。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稍等一下啊，那没事，我们然后那个抬过去，然后稍等一下，我们再把那个搬过来。哎，对，你帮我把那个选择搬过来，然后咱们走。别急呀、啊，你。红牛啊，给增加能量，对吧？那我们就走了啊，啊然后一关门回去早点休息啊。队友，你这个行了。稍等啊，说是董存瑞啊，董存瑞呢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嘛，那大龙化人的政权的得意。帮我开一下这块灯吗？行，这个吧，好，谢谢啊。就再回来。就往那儿落吧，往那儿落吧。哎，小龙啊，嗯。啊，因为我不太了解啊。太了解啊。
果那怎么样能让它清晰啊？对，清楚一点。对，跑到脚底下了。喂，好，范局长，很高兴我们下面的活动开始。喂，我是中央美术馆的王松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乌托邦小组或者是大飞他们组织的。为什么中央美术馆要做这样一个活动？大家知道在楼上正有一个青年艺术展，也叫未来展。那么这次的名字叫亚现象。这个展览呢开展以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也大家也给予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的表达，这个都是我们非常欢迎的，也特别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和活动来激活我们对当下青年艺术的这种关注。当时大飞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纽约参加另外一个工作坊，后来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因为无法当面沟通，后来说用 QQ 吧， QQ 还是能够让我们变得近这个距离遥远的距离可以变得拉近。所以说呢，那么我觉得这些现象都意味着今天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包括我们讲的自媒体。那么他们这个演讲的主题，这个活动的主题大家也看到了，叫演讲。其实我们想说，在今天中国的艺术或者世界范围内，艺术的形式非常多，别人会说这样叫不叫艺术，其实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是愿意去表达，愿意去交流，特别是交谈用语言的方式，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表演，那么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今天艺术的这种丰富性和这个鲜活性，而不仅仅是面对画布，面对一块石头等等。我想这个活动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包括在未来我们特别愿意更多的青年艺术家组织类似的或者是有创意的活动，来央美这样的一个场地来举办。我们提出来，我们共同探讨，让我们的艺术更加活跃，让我们是一代有创造力的伟大艺术家。所以说特别今天我发现大家都有很多手机，让我们这个用微博把这样一个活动传播到全世界，让有跟你们联系的人都知道你们在活动，你们在思考，也在创造伟大的时代，好吧？好，谢谢大家。我代表中央美院美术馆欢迎今天到场的所有参与者和来宾。那么下面请大飞来主持这个活动。谢谢那个王老师啊，热情的那个邀请。是这样哈，就是说那个这个活动呢，是我叫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邓大飞，我和我的搭档呢何海呢，作为乌托邦小组呢组织了策划了这样的一个叫演讲为主题的一个行为现场的活动。
就是说待会儿呢，我们是那个有大概将近12个艺术家呢，做一个每个艺术家都有一个关于现场就一个演讲。那这种演讲呢，我们以一个艺术的方式，它混合了行为、诗歌还有表演等等这样的形式。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可能来的那个嘉宾呢，都看见了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摄像机。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不要那个拘束，因为待会儿还有一些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呢，可能要跟那个在场的观众去互动。然后我们因为要打破一个原来的我们听讲座呀，或者是听报告啊这样一个这样那个主和客体的那种非常被动的关系。待会儿可能有一些，就我希望呢，就是说一，我们看见摄像机的时候，大家别太紧张。第二呢，如果我们待会儿有艺术家，就是那个跟观众互动的时候呢，别吃惊啊，别太吃惊，是吧？因为这个活动会有些意外啊，所以说那个对我简单的先说到这里边。然后呢，我现在先那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第一个出场的艺术家呢，叫刘耀华啊，刘耀华先生。然后他的作品呢叫《艺术的故事》。是一个现场表演。北京百亚轩798艺术中心，北京市朝阳九区九仙桥路2号院798中心。细心的读者马上会发现，景象被作者打了一个叉，成为一种过错，却没有真正删除，给我们留下痕迹，使我们不得不在删除与保留之间漂浮。
都显示出他对这种历史文化的什么原关系的探求和延伸。展览的名称“两块东西”是指物品、设计品。东西两块是指地区，德国、中国。上海临港新城滴水湖岛正在建造的一家大型假日酒店，总投资达1亿元，11亿元，占地12万平方米，将建成300余间观景房。所谓七零八落，是近年来我对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些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和倾向的总体印象或概括。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
蒋先生对制品艺术的艺术表现欠缺深入的体察，才会有这般流于表象的偏见。观看之道，最近你的个展名称中使用了锦辉一词，怎么会用这两个字？几年前，我经常去张麻子的画廊和他一起下班，他的画廊防盗功能实在是太差了，就那把破锁给我一把小号钢锯，三分钟之内我就能在他的画廊如复平地。位于上海金桥工业园的鼎源国际中心，是 IT 产业为主的集团分部。如中国知名的华丽典雅，将中国宫廷的紫藤应用于楼梯上，随时变色，体现建筑生生不息。那么作为一个以形来表现的艺术家，你是怎么看为艺术在我们社会中起的作用呢？强大的数据库系统，专业的服务器存储设备，为艺术家安全存储文字、图片、多媒体数据等，是艺术家专属的数据存库储中心。扎哈迪安，那个扎哈哈迪德，这个三流下水龙头的设计创意来自水的液态流动形态。阴阳黑白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差异，对未知和谐，会调出一些奇特的，在视觉上有鲜明效果的意义画面。我的演讲完了。